Lilia. Lilia. 谁的声音？我在做梦吗？ 你的确身在梦中，你之前的种种感受，都是真实世界的历史在圣恒空间中的投影。啊，听不懂。看来我果然在做梦。那么，换个简单的说法吧，莉莉亚，你被困在了梦里，想重获自由，就必须找到脱离梦境的方式。 你并非孤身一人，罗塞利亚与你的梦境正在逐渐融为一体，请你们尽快察觉到梦境的荒诞，然后从其中醒来吧。头好晕。 房间怎么在晃？不对，是我自己在晃。莉莉亚，糟了糟了，大事不妙！罗塞利亚，松手！再这样下去，我就要先不妙了。啊，莉莉亚，你总算醒了！听我说，遇到大麻烦了，我们被暗算了。 暗算？等等，难道你是说崩？当然不是啦，区区崩坏兽，我们伏特加女孩才不会放在眼里。啊？可是，崩坏兽难道不是？他们当然也不是电影里的怪物。莉莉亚，你才是那个连做梦和现实也分不清的笨蛋。哈哈，总算找到机会叫你笨蛋啦。等一下。 这样的话，岂不是连我自己也骂了？罗塞利亚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唉，看来莉莉亚还什么都没有发现。那就让你充满智慧的姐姐来解答吧。其实，我们一直在做梦哦。 我们被困在了梦里。没错，就是这样，而且。 这个梦还只会重复着同样的一天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不是梦的话，我们捡的贝壳已经可以把盐湖基地的整个宿舍都装满了。嗯，莉莉亚，你不会还没有相信吧？你想想看，如果不是做梦，我们怎么可能忘记布罗尼亚和希尔，还有德丽莎、红头发和蓝头发的博士，好多好多人。还是说，莉莉亚觉得梦里更好？ 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不行，就算是这样，我一定要带你离开这里。虽然在梦里有吃不完的小蛋糕，还可以一直做游戏，可是梦都是假的吧？在梦里捡再多的贝壳，都不可能带到现实里面去。就算想让布罗尼亚他们看看，也做不到。还有，罗塞利亚，你太吵了。 我不哭了，总算喘过气来了。既然如此，就好好听我说话，笨蛋。我才不想留在梦里，但是总觉得很可疑。可疑？虽然这里的一切都怪怪的，不过最奇怪的是。 罗塞利亚居然能做出这么合理的推断，当然啦，我的头脑可是很好使的。好吧，其实是一个奇奇怪怪的绿绿的姐姐叫醒了我，告诉了我这些事。她还说，因为我们之间的梦境邪什么来着？总之，因为我们梦到了一样的事。 只要我一直想着和你见面，就可以掉到你的梦里来。然后，你强大又智慧的姐姐就来解救你了。怎么样，很感动吧，莉莉亚？居然和笨蛋罗塞利亚做了一样的梦，真是太愚蠢了。不过，谁让我们是姐妹呢？莉莉亚，你在自言自语什么？我知道你一定是感动的语无伦次了。嗯，不过现在我们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
让我们把这个梦打个稀巴烂，然后去找布罗尼亚他们吧。难道罗萨利亚已经知道要怎么离开这里了吗？当然啦，首先打我一下，越狠越好。这样。等等等，奇怪，怎么一点用处都没有？有用才怪吧，笨蛋。就这样，在那做梦的人的梦中，被梦境的人醒了。有限的梦，在无限的灵魂的汲取下，逐渐干涸，再无法滋养任何愿望。于是，做梦的人迈过梦干瘪的躯壳，隐约感受到了宇宙的生息和形状。如果我的故事也能以此作为结局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想不到，反而是罗萨利亚先意识到了梦境的真相，大概是梦中的莉莉亚让她感觉到了反常吧。她真的是一个粗中有细的好姐姐呢。还是说，越是心思单纯的人，意志反而越不容易动摇。可惜，为了避免这段特殊的时空变得过于不可预测，我所能做的就到此为止了。剩下的部分，还要依靠你们自己努力。无论是突破梦境的束缚，亦或挣脱被框定的未来，请让我看到惊喜吧，历史与未来的撰写者们。而我，为了让那个美好的世界可以在未来顺利降临，我也得再努把力才行呢。可不要太贪睡哦。这次是哦，原来如此，真是一场杂乱的梦境啊。看得出来，他是个相当不幸的人。就这样打破了你的美好愿望，真抱歉。不过，不用担心，我能够看到你获得幸福的模样。虽然和梦境里全然不同，但是我想，它比你现在所能幻想到的一切都更美好、坚实。请加油吧，祝你能挣脱梦境，抓住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。无限的未来，无尽的可能，都因为这些矛盾的自我才具有了意义。真是不可思议啊，将这样的生命锁在一成不变的梦里，真是太过分了。
虽说圣痕计划本质上也在追求一种无限，但如果失去了这些拥有无限可能的独立个体，这个星球该会有多么寂寞呀。好了，时间紧迫，继续加油吧。啊，怎么回事？触发了圣痕空间的保护机制吗？不知道这会不会给他们带来影响，小心为上吧。遇到了阻碍，难道世界蛇发现了我对梦境世界的干涉？应该不会吧，在你四时间晶体里我没有预测到这样的未来。作为旁观者，这是我在最大程度上能为世界和他们做到的事了。去探查下一段梦境吧。原来，由人类制造的特殊生命也会拥有梦境吗？比起狭义的做梦，这反而更像是一种意识的传播。告别童年，原来还有这样一重含义。看来因为圣痕计划在月球空间制造的障壁，我差点忽略了这一段故事，也差点忘记了人类的意志与选择有些时候就是这样可笑又可悲，但正因如此，也才格外动人。既然这是你们的决议，那么我会帮助你，哪怕我所能做到的，只是为这漫长而无限的过去与未来，记下属于你们的这个瞬间而已。希望你们的努力可以像你们的创造者所希望的那样，为这个世界带来变化，当然，是从好的方向。继续前进吧。等一下，这是……即便是征服的律者，也无法一劳永逸地摆脱圣痕计划对个体生命的桎梏吗？你应该知道，一个人做任何事情，其实都会有相应的代价。亲爱的入侵者，或者说外来者。
初次见面，对吧，灰神？我们的确是初次见面，不过在此之前，我早已经久仰阁下大名了。在圣痕计划开启的当日，战舰修伯利安号离奇失踪，似乎躲进了某个无法侦测的起点。一夜之后，用于暂时关押绿者的世界炮残片受到了奇妙的激发，致使其与本征世界连通。几乎与此同时，天命和逆商分别监测到了裹挟在虚数入侵里的特殊信息，得以顺利维持他们的岛屿作战。除此之外，甚至还包括……好了，不用再讲下去了。你的调查还真是充分。怎么，平时很喜欢读侦探小说？只是一些维持秩序的本分罢了。不过有趣的是，即便我的调查已经细致到了如此程度，对于你的来历，我却仍然毫无头绪。这个嘛，我自己当然不会告诉你了。好吧，没关系，这只是我对于敌人礼貌性的好奇。即便没有来历，也不妨碍我把你当作外来的异物看待。这个说法虽然粗糙，却也八九不离十吧。除了来源不明的外来力量，我实在难以想象还有哪种无名小卒能给圣痕计划添上这么多的麻烦。唉，为什么越是特异的生命就越是无法理解尊主的苦心呢？无论是你这样令我头疼的存在，还是那些作为绿者和觉醒者的全新人类。刚才的那团梦境也是你？是啊，很遗憾，虽然他们是重建地球之血不可或缺的齿轮，但为了不让他们在孵化期间犯下难以弥补的错误，我只好邀请其中的关键一员回到梦里稍作休憩了。何况从梦境的内容来看，这对于他而言可不是什么坏事。齿轮能够作为工具存在，难道不是一件十分幸福的事吗？毕竟那些连工具都无法胜任的人类都只能留在这里。这么看来，生而为人还是让自己有用一些比较好吧。毕竟现在的地球已经太狭窄了，没有给废弃物留下太多空间。好吧，对于自出生就背负了义务的你来说，也许真的很难摆脱基于价值和意义的思考。那么，作为与人类更为贴近的观察者，我就给你一点建议好了。人类从一开始就既没有价值，也没有意义。正是因为没有这些物化的概念，他们才具备了超越这一切的潜力。人文关怀吗？听起来，天命或逆商的伪善者，他们或许能和你有一些共同语言。毕竟为了维系族群的稳定，文明的确需要一些安慰药剂。但是现在，过往的族群已经不复存在。真遗憾，你在错误的时机，选择了错误的阵营。不过，虽然毫无必要，但这并不妨碍世界蛇为他们送上一些人文关怀的礼物。你是指那些单日循环的全息电影？大灾前缘，万物滋始，乃统天。对于他们来说，那就是整个世界乃至宇宙。这里所有的素材都取自人类真实的记忆，如果没有外力介入，那会是一个完全理想、不存在任何破绽的彼岸天堂。我记得有一位同僚，他总是把这句话挂在嘴边：人类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。那么，比起眼看着自己的一切分崩离析，
在无法逃避的死亡中陷入永久的寂灭，用理想而曼妙的方式迎来永恒，不更加符合所谓的人道主义吗？人类不会止步于此，我看到了那样的未来。啊，入侵者的特权。与其说特权，倒不如说是个人的一种信念吧。我只是想让你多了解一下人类，也多了解一下自己罢了，这样做不算过分吧。只是分享一颗朋友给的糖果而已，因为他们的梦境是虚数空间的造物，所以用这种形式我们也能感受到他们所接触的一切。怎么样，很甜吧？好吃，可是送给我糖果的朋友却说梦里的糖果没有味道，游戏也不好玩。这样说着，他就啪的一下掉落到另一个孩子的梦里去了。那大概是因为他所渴望的并不只是糖果本身，而包括得到糖果的瞬间或是与人分享糖果的瞬间。所以不用担心，我真的没有对他们的梦境做什么，只是那些梦实在太脆弱，只是轻微的震荡都会让他们支离破碎。如果不是此刻的问题更为紧迫，我想如果给他们更多的时间，比如说10年、20年，大概所有人都能够意识到自己被困于梦中了。如果事情走到了那一步，这个所谓的天堂恐怕也就无可救药的会变成地狱吧。毕竟虽然全息游戏真的很好玩，可是如果被困在全息游戏的世界中，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了。可笑，圣痕即是人类思考与意志的结晶，在人类与梦境融为一体的瞬间，圣痕空间就已经拥有了人类的一切。你也不过是和这些可怜的未觉醒者一样，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答案罢了。可是人类并没有答案呢，或者应该说，其实大多数人也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。因为迷茫所以追寻，因为追寻所以执迷，又以这必然痛苦的过程实现创举，制造奇迹，并最终破除那原本的迷思。所以在真实的世界中，他们所能创造的未来无法通过只会复现历史的梦境加以模拟。这样的渴求、贪婪，或者说不可预测，他们才是我喜欢人类的根本理由。人类之所以会在夜里做梦，正是为了告别昨天的自己，迎来崭新的明天。你的确能说会道，不过那又和圣痕计划有什么关系呢？我的职责并非了解人类，而是守护圣痕空间。圣痕计划绝不会失败，唯有这一点是我们誓死捍卫的真理。也就是说，无论是否从梦境中清醒，旧人类的明天都已经不复存在了。归根结底，为了结束这个文明的童年，我们需要他们让路。哎呀，既不讲道理也不讲人情的敌人可真是难缠。早知道会是这样，就应该把你让给真正的主人公去解决嘛。不过为了让他们共同期待的未来以更完美的形式到来，还是由我限制一下你的行动吧，可不要小瞧入侵者。看来
似乎被预想外的干扰拖延了太多的时间，那么再会吧。很可惜，这件事的决定权在我手里。怎么会？我的意识在和圣恒空间融为一体。你的确相当了解人类，但是你似乎并不了解魔法。圣痕空间聚合了人类的一切意识与认知，这意味着任何存在，哪怕怪异如你，只要具备了近似人类的意识，就都会被圣痕计划捕获。所以这才是你和我争辩的真实目的，为了拖延捕获的时间。若非如此，我可没有兴趣和你谈论有关旧人类的话题。老实说，哪怕他们在我面前倒立走路，我也不会有任何惊讶的情绪。在你绞尽脑汁替人类发表演讲的时候，你的全部发言都成为了圣痕计划将你锁定为猎物的条件。哼，外来的异物那又如何？在圣痕计划的作用下，所有的一切都无法超越尊主的意志。无论是你还是钟烟，甚至也包括尊主本人。所以你的意思是我也可以做梦吗？这样一来我反而可以放心了，虽然在这里退场多少有些不甘心，但是必须要做的事情我的确已经完成了，所以这对我来说反倒是一种证明，证明我之前所做的一切确实没有白费。哼，如人类一般在自我感动吗？我想如果你也用心感知过人类的梦境，就不会这样说了。怎么，要我给你一本心内科手术指南吗？这个笑话可不怎么好笑。我可以观测到这个世界最为可能的过去与未来，自诞生以来我一直在向人类展示新的可能，试图将更好的未来带给他们，但我却并不确信对于人类而言更好的未来究竟意味着什么。我提供的帮助真的有意义吗？一切是否只是我的一厢情愿？但最终圣痕计划捕获了我，虽说这本身阻止了我继续帮助他们，但这也意味着人类的意志承认了我。我终于得以确认自己不是一厢情愿，这难道不是一件让人备受鼓舞的事吗？作为有潜力随意干涉时空运转的异物，你的目光短浅令我惊讶。以正常人的时间观念来说，作为旁观者，我为这个世界所做的指引每小时都数以万计，但是比起这些多少有些机械的工作，我更希望能用心去支持他们。在你似时间晶体中，以人类的视角而言，我与他们相处的时间几乎是无穷无尽，我就像阅读了一个漫长而跌宕的故事，被故事中人的喜怒哀乐所牵动，因他们的喜悦而欢笑，因他们的悲伤而哭泣。而现在当故事进行到高潮，比起将我所喜欢的未来直接抛给他们，我更希望能对他们说一句辛苦了，我会一直与你们同在。我想成为的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呀。哼，
这还真是一种凌驾于世界之上的发言，但是很遗憾，这个世界只需要一个调度者就足够了。虽说每一种存在方式都必然有其极限，但你应该认同，若想推陈出新，也只有依靠这种存在方式的本体在过去被忽视的潜力。只可惜，不，我想你们或许已经理解了，只是你自己还不知道而已。永别了，世界的入侵者。如果你没有被人类蒙蔽了双眼，原本我们可以有更多值得交流的话题。